好，五六八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韩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服饰品牌，叫做 Very You。这个品牌呢，主要就是在卖女性的服饰，但是它的风格都是属于比较欧美派的性感风格。可能很多女生都不太敢尝试性感的风格，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家的衣服的性感是走微性感。微性感呢，就是小露一下乳沟，或者是小露一下腰间这种方式。那我今天挑了三件衣服要跟大家介绍。第一件衣服是这一件，叫做两穿松紧 V 领荷叶背心。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大 V 领，因为通常我们女生穿圆领的时候，弧形的关系，所以会明显的让你的脸型也是圆的。那当你穿的是V 字领的时候，更能修饰你的脖子跟脸型。荷叶边就是这边，它总共做了三层，然后呢，它的荷叶边是做一个有长有短的感觉，所以当它被撑起来的时候，就像那个花瓣一样，就是被撑开的时候，它就会绽放出来的感觉，所以它这里就会炸出来，手臂就会显得很细。这是它第二个可以修饰的地方。再来说，它是一个两穿，它这边是松紧的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它可以让你当做这样子的背心穿，你也可以再往下拉，把你的肩整个露出来，因为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掉下去，完全不会掉下去。然后呢，它的这边弹性的部分是整个做到腰间这里，腰这边弹性的空间非常大，你也不用担心说哪里会看起来很肉，因为这个松紧的部分再加上它的荷叶边，其实是非常显瘦的。OK， 这就是第一件可以两穿的荷叶 V 领背心。这一件是第二件，配色条纹弹性贴身洋装。它最大的重点呢，就是在于很贴身。像我自己也是蛮害怕这种贴身的洋装会有小腹，但是我试穿了之后，我发现它虽然是贴身的，可是它的布质够厚，还有弹性，所以它不会让你的小腹显得非常明显。再加上它的这个配色的条纹，刚好这个黑色的这一条穿上去的时候，就在你的腰间这边，会显得很像是一个腰封，就好像你就是自己有搭配一个腰封，然后把它缩起来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完全可以把腰线就是明显的缩小，就不会让你觉得好像腹部这边好像被人家看到很大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刚刚有讲到它的弹性，我拉一下它的弹性给大家看，这一件的弹性非常好哦。这一件我还要大推它一个地方，就是它的腋下的地方。我买这种背心洋装，最怕最怕的就是腋下这一块非常大，然后把你的内衣整个都露出来了，变成你还要额外再穿一个小背心。它就是完完全全很贴心，它这边腋下的部分做的刚刚好，我没有夸张，是真的刚刚好，在你的内衣上面一点点，也不会太紧，也不会太松到露出内衣。OK， 这是第二件条纹配色的贴身洋装。这一件是第三件，叫做微透肤衬衫短裤套装。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非常流行穿一整套的套装，而且它非常贴心的是附了一个这个绑带。其实这个绑带可用可不用，因为像你平常这样穿起来的时候，可以呈现一种松松慵懒风的感觉，然后你穿上绑带去把这个腰间给它这样收起来，就是会有一种更有精神的感觉。这一件呢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微透肤，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它是透的，不要说什么买到什么很烂的货，它就是故意透肤的，因为透肤才会显得有一点点的性感。像穿这种透肤的啊，你里面搭的小可爱就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你搭的小可爱一定会从这个衬衫透出来。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小可爱，就是属于比较挖背款的小可爱，它也是细肩带的，所以它会在这个衬衫里面直接透出这个凹型，就会显得很性感。而且这种透肤的材质完全不会热，在夏天是非常适合穿的。它
的裤子一样是透肤款的，大家就要注意内裤要小心，绝对不要穿一个什么大红色的内裤，除非你真的很想让人家看到啦，这种透肤的材质一定会透出来。但是如果你穿平常那种浅灰色啊肤色的内裤的话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很贴心的帮你做了两层，让你的内裤不会那么的透。它的长度呢，穿上去之后就大概是这样，这样会露出一点点的裤头，因为它的衣服是属于非常长的，除非你想要再把它扎进去，或者是你想要用刚刚的绑带把它扎起来，就可以露出裤子多一点，或者是你扎进去就是这样。好的，今天三件的介绍已经结束了，这三件呢就是在 VeryU 上面可以买得到的。那其实 VeryU 上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哦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风格，有点微性感的穿搭的话，赶快上 Very 那就上 VeryU 买吧。